2016年度盛典，年度最佳女脱口秀艺人，第三名小不点，第二名洛瑶，第一名小 NONO。欢迎三位登台领奖，再次的恭喜一下我们的不点儿以及洛瑶，还有我们的小 NONO。 哇哇，什么感觉盆哥？说脱口秀有必要长得这么好看吗？什么叫做上帝的不公平？对，就是这样。刘总请颁奖。再次辛苦我们的刘总，其实今天刘总真的很幸福，最喜欢看的类型的节目的奖都是刘总来颁，所以说幸福的男人。哦，小诺真的个儿很高。对啊，要不这样，玉石哥，咱们也来做一个小小的一个互动，好不好？你等一下互动，我先感谢一下刘总。好的，来，现场的各位，掌声给刘总，辛苦他，谢谢。再次的谢谢刘总，谢谢刘总，谢谢，谢谢。先别互动了。我觉得好多人在等着 NONO 说话。小 NONO， 你的时间获奖感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NONO， 然后非常开心，就是还有好紧张了，然后非常开心，然后非常开心能够拿到脱口秀这个奖项，然后我要在这里感谢画社工会，然后感谢我的 VP 多多姐，然后还有我的小伙伴的支持和陪伴，然后是你们，然后这个才有弄弄的今天，然后谢谢你们。2017年7053我们会越来越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三位，恭喜三位，加油，谢谢。